因为昨天帮一个露营教训了一下他弟，没想到今天他弟又来砸我了。主要说你两句你不服，直接要砸我车，是不是？啊，不是，你咋证明是我要砸呀？我的摄像头假的啊？你是？哎，那你告诉阿斗来，我21了，脑袋上没长摄像头正常不？你别给我整那些没有用的啊！赶紧给你姐打电话，听见没？啊？咋的了？还咋的了？你老弟要砸我车啊？砖头子搁那呢。有病啊你！你没事闲的，你过来弄人车干嘛呀？人说你两句，你还来脾气了？我也不认识他，他凭啥说我呀？人说你有错啊？啊！停！你俩别演了，行不？你把他领回去，好不好？啊！实在不好意思，你看车哪坏了，我赔钱给你。不用，不是姐，你不用跟他说。这么的，你咋的？一会儿微信打开，加我微信，我给你转200块钱，然后到时候你那边上了货拿过来。你真是不好意思，是小不懂事儿、啊。要你看用不用报保险？不用，啥什么都不用，就是你看住，别让他给我找麻烦就行，行吗？真太不好意思了啊！要不这样吧，那个我请你吃个饭吧。别了，支不起，啊、我有事儿，我先走了。哎，真不好意思。二哥，你先别走，那个怎的？那个一会儿我和我姐回家，你带下来一段。你行啊你？怎的？你快回去。带下来一会儿回家。回家吧。